感谢各位官员哦，你们很辛苦啊，已经做了很久了，一再改变。也感谢张议员啊，莅临指导啊。我要说的意见啊，就是排除万难，进驻开发，捷运供给市民交通的便利，以促进地方繁荣，有目共睹，毋庸置疑。而林山东延线1.6公里已经谈了12年了，就像柯市长上个礼拜讲，假如在上海的话，2年半就完成了，所以我们确实延宕很久。希望捷运局排除万难，尽速完工。本站的居民，我们上次有提一个同意书，大概86%以上的人同意，连台只有少数的人从中作梗，过分的迁就市政府的政策无法推行。捷运共构联合开发，为了确保品质与居民权益，市府应负起连带保证责任，避免工期延宕及完工交付货的瑕疵。我们有先见之明，就是南势角南方之星延宕800多天，漏洞百出，住户每户只得到赔偿30万。以后假如要订定赔偿办法的时候，我认为应该是按每日赔偿它总价的1/1000，让建商有所警惕，避免建商与市府互相推诿逃避责任。以上，谢谢各位。好，谢谢吴先生的意见哈。第三位是黄先生。在不在？谢谢。我有两点那个意见哈，请你们能够采纳。这个基地哈，在当初那个建造者，他那土地十分啊，我们现在都讲实际的啦，前栋与后栋，怎么会造成那个他的土地十分不均？那演变成现在就是要支持连开案的，你们所造成的困扰就是在这边，因为你们也有实际在现场，你们所以有所不了解。我现在跟你拢跟你讲清楚啦，我国语讲不练，全部用台语跟你讲。啊，你听有嘛？哦，注意吼，目中于龙身啦。所以恁爱利用这边的，迄个土地建价的时候，就是最佳机会，上好的机会。会当讲，因为人因头前摆是面临嘛，因为个道路嘛，面临道路也产值，土地产值应该爱比啊，不要管。因为我是讲的很公平，如果是我们是后动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帮前排的争取这个问题呢？就是说人前排人现在土地是很少，你后排土地是很多，后排的人会同意，头前人要来同意，所以你要利用这边土地降价的时候，你自己呢以达那个平衡点就对了，你们要予以考量。如果这次这边你若无把这个代志处理起来，可能的后续动作你的连开案绝对造成阻碍，你敢希望讲？虽然讲你有另外的办法啦，哦，我拜托你讲，这点问题你一定爱解决起来，哦，再我到顺你大家圆满达成啦。即摆创造双赢，你定下你讲的，公部门上头讲这创造双赢，结果拢恁赢去啦。地主无你赢，你其实拄仔还没我咧要甲你讲啦，因为这个代志到即摆为止，乡亲大家才坐伫遮。接着4年来，为唔捌甲捌的时阵，为外行变到即摆会知讲，对这个基地了如指掌的，功课做真济啊。第二点问题就是讲，这个厝已经大部分都唔是漏水的，就是爱油漆的，甚至有迄化粪管，你知无？已经憋去啊，要如何处理？你为着要让这
所有官员大家会当安心，请你把这 schedule 的时间表，你即摆今仔日你请恁详细让阮了解。因為你看那個都市計，那個都市計劃土地已經變更過，你不能以為說土地變更過捷運基地，你們就可以預期說哇，我土地變過捷運基地了，你們都沒辦法。搞你們還有一個市府，還有一個權力分配小組在，是不是那權力分配這句今天不是議題不在權力分配？所以你一定要一個時間表給我們，我不要說你一定要確定免用议定你到底在什么时间点，因为现在就是你们内部作业，甚至你们现在是跨级处要谈妥这个事情，不是你这一级主计本身就有办法独立把这个代志解决的，你去跟跨级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希望讲你会当尽快尽量用这公开公平、公开公平，吼、哦，啊用统一的公正透明的办法。哦，咩啥物？因那么拄啊讲咧，因个 S 群群群，你什么安尼计无晒？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即摆啥物时代？要黑箱作业，对无？迄是卖讲遮个话无的代志啊！你什么心智的这个办法？啊，免什么画饼充饥，迄根本就是复杂化去啊！我你讲啦，建昌你卖一直口口声声讲建昌的立场，建昌你有考虑地主的立场无？你应该为地主的立场先考虑才对。我甲你讲啦，这个压力。无法度，无地主来，无建商来标，我即摆讲一个互你听。第一个建商，这个案绝对是上市公司来标的啦。而且你台北市要找到这个地段的难啦。而搁再来呢，广慈园区，恁政府用208亿的预算要建设，阮甲你，阮真正是非常的感谢，因为咱来，阮兜头前政府摕208亿，甲阮建设。帮帮忙啊！拍拍手，甲拜谢谢都没有，阿妈嘛是人咧反对，所以拢是因反对而反对，迄未知名，咱袂讲，免讲遮，阮甲恁真感谢，市府真感谢。但是你即摆你即个考虑，阮的立场的部分就是讲时间表，第一时间，第二头前排即个立场，希望你用建价甲完成。第三点，我甲保障就是讲，你拄啊即个心智办法，我咧讲画饼充饥，卖过来佚佗。你干了，你了建商，天良会死去啊！你知无？良心还袂出事的，建商有可能讲哦，我卖去赚偌济钱，我摕来分你，卖戆啊啦 ！Impossible， 你听，我捌甲你讲英文啦，加在我这两句都会晓讲，啊无都在废话去，对无？哪有可能的代志？哦，爸妈妈的，我是故意老实点，是破些小小生意啦，我嘛会晓，哦，我要甲你老实分，哪会来这套？卖复杂化哦！我甲你来甲你看，为啥那心智？你讲心智会搁较好，结果一个看起来，哇，别命对吼！你平时哦，这废话去，我这个这款的办案，你上看有啦？你爱考虑讲，这拢一款老岁啊！阮大家是拢全部同意要甲你连开的，无咱内面来用表决，你免怎么试算表啦？什么问卷调查免啦，免拢唔免。在座是咪？大家这乡亲是唔是？大家拢是所有款人，我简单你用表决的啊！我怎么问这条？你别问这干东西啊！迄个厝老的老，破的破，烂的烂，高的高。啊，你唔能想讲恁哦，市对面我有市有地，我紧。我你无同意连开，我甲整片换过对面。哎，拜托的，啊，这块厝怎啊？囥了拆个。啊，大家咪住啊破，住啊烂，住啊死，莫有这款的想法。我真同意要甲你连开，但是你爱合理的为阮地主设想。尤其是头一排、大头排，前栋的哦，我大公无私，情况大公无私，配清白清楚，对不？啊，恁大家愿意哦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这个代志，你若无解决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要推动这个连开哦，难度真悬啦。啊，你袂等的，阮也袂等的啦。你前来，你咧前100块买二杯通车，我请假的，准你，买啊通车。这是站体，这一个站体，迄个难度是上高的所在。你是要省时间？你即摆咧迁屯，迄代简单嘞，迁屯即摆世界，这个工程有够发达。你这专家，我是你观光面头前人大多啦，是毋是？这三点，请你好好去，莫阁想讲迄个心智方法，麻烦你会当甲恁指定吼，
讨论一下。即摆市长是交代恁个，恁个哇，迄个秘书长啊，吼、哦，哦，迄、那个苏立强够厉害啊，对不对？恁了解参详，亲自这个办法出来，无人了解，恁有人了解无？即摆看无三无涨嘛。我刚才甲你看一个重点，哦，起起来卖去，赚个钱才搁摕出来分分，啊，迄无可能个代志，有可能？啊，恁遮有人有做啥物个无？根本无可能的代志，你画饼充饥哦！我讲句，家己即句要讲，莫安尼做法啦！你爱阮替阮地主设想，你莫口口声声讲我投资者，伊有当好利偌济？我甲你讲，就算着即块地，第一，你资免个免自由资金啦，包括招要别人招标的时阵，讲押标金，迄、那个利益保证金，进前就甲你讲过啊。银行甲用一张纸，用一张 paper 就好个。来银行摕迄个保证人，咱就家己提钱买。但是伊入上市公司，是爱上市公司标着的。你有甲你，你有可能讲伊创造他的作弊利益无？伊爱上市公司，是爱一定爱来标即块。你若无来招商，来黄某人会使替你招商，对无？安怎讲？伊创造作弊利益，遐外科无遇到吧？伊赚的比即块地第二建造搁较济钱，啊！我毋知恁算起来讲，伊到底是啥物一平？伊建造成本偌济？你也无甲你讲啦。你平价算试算表用安尼算法，迄种骗人的啦，假的卖来一套。恁进前叫有咧试算表，你敢承认讲迄是真的吗？无可能，你嘛毋敢。会爱负责任的呢？迄个滚笑的呢？对我歹势，我较无客气，因为我即个戆人哦。戆我讲就对，我直接讲就对啦。要直接别个点无钱，安尼较紧啦。因为咱伫两年空三工开一摆会，你毋利用即个时间，我还算到准准准啦，对无？因为我无加油面啊，我紧啊，我甲你耗啊。是啊。是无？我紧啊，我三顿拢食便当等你啊，我无所谓啊。是毋是？啊，你爱炒有只？咱这乡亲，你甲看，老的老，下晡时你看阮对面的伦理部队，什么人有同意讲无要连开？那是条件上的问题嘛。但是伊拄仔你看迄个条件啦，可能啦，你的连开阻碍力足大。啊，你人是讲你要协议架构，协议架构，民意为先。你若无强无强大的民意哦，我看你也不好玩。是不是呢，主意？对无？哦，啊，才摆迄个遮个问题，我拄仔好好讲出来。我拄仔你讲，谁来建设迄个上市公司来标这个案？因为伊若标到这个案，由恁政府做八骨人的时阵，伊银行的这个贷款车数，佮预售屋，佮伊的股票，哪会惊死人啊？连续三天不得了，这是不是创造周边利益？啊！你著把这个收买利益甲算来底落，你无嘛？你完完全全的一语带过，谁要相信你？到底我请问你，你估计出来会建六千不一平偌济？你用什么材质的？上上的是地道吗？上的对不？还是装的装起来？迄是无可能的，先暂替你好大，一定是用上的，无迄个上上的地道，迄个用迄个意大利瓷砖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用用上的，一瓶我即个估计是讲讲予你，连管下费用十万块，而且即摆钢骨一个哩降低落价呢，迄个是歧视问题啦吼，终于真正拜倒你，吼、哦，迄个各位乡亲，我们都支持联开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大家都要支持你联开，但是你的条件，请你审慎的，搁再评估一下吼、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样是不是我们先请？